老是现代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，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去面对它，尤其是像我妈妈在少年的时候也是砖仔来的一枝蕊花，但是现在呢，人老身体歹，常常在看病，搁坐轮椅，较早风采拢失去，请外劳给他斗照顾。一开始是菲律宾的，伊就爱甲伊学讲 A B C， 搁过来请着越南的，伊才甲伊学食咸酸甜。啊，即马是印尼的，伊才知原来伊是无食猪。伫台湾，一个人要返去天国进前，要倒咧洪照顾的时间是六年至八年，啊，这生活品质是拢无去。如果咱想要活跳跳，一直到百年，安尼，咱即马就爱来学习如何先讲老化，啊，要哪做？首先，就是要过着有活力、甲快乐的生活，就是爱常常去社区参加活动。较早，阮大家住伫厝内，拢会饲三只狮，念东念西，嫌东嫌西，都管东管西。后来，我就请伊去社区参加原子舞，啊，叫土风舞。哦，生活变精彩。伊迄三只个人玩的狮，随便做各自的狮，就是学东学西，看东看西，念东念西，买东买西。哎，就伊交了，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了，交真济朋友，啊，学习吼，伊生活变少灵，啊，生活品质嘛愈来愈好。伊上爱就是唱卡拉 OK。常常嘛是三个人合唱五个音，因为搁有两个会走音。但是人伊嘛是愈唱啊搁愈欢喜。第二就是爱过着有尊严搁无依赖生活。较早某拢爱挖靠伊个翁婿去生活，所以翁若真久无转来，做某个就会唱。为日思念你一人，袂当叹三更。哦，迄听起来是足可怜的啦。但是即马，咱来追求的是无依赖生活，所以啦，即马这情形，咱来改唱。我要做一个勇敢的人，唱着快乐的情歌。切换。安尼是毋是足乐观去面对人生呢？就算一个人，嘛爱有能力家己过生活。我为着无依赖，繁忙会当起一间啊，住啊老老老的厝。上好伫一楼，就爱有房间客厅、灶卡餐厅，一间啊较便所，因为爱完成生活所有的需要。啊，若无，就是爱有电。因为咱有可能食饱饭，啊老噶爱坐轮椅，啊若是有楼梯佮护顶，是塞袂入来。上好伫个壁边，拢爱伸栏杆好换手，安尼至少会较提升咱生活一道理性佮大个尊严。第三，就是要过着健康、够智慧个生活。一透早，我就先来做一下运动呢。啊，过来拍一杯啊，水果青菜汁，会记嘞，唔免阁暂时啊，暂停哦。开始过着我快乐的一天，另外会使创造老人被利用的价值，带孙来读书。我曾经甲囝讲，我会使家己个囝教甲真好。阮囝阁问我讲。啊！你要来证明？我胸中煞袂记得甲应讲。啊！你就是上好的证明。像我这种古锥，啊，佮有智慧阿嬷，一定是足受欢迎。过来，
就甲厝内厝外拼拼扫扫，家己看到嘛较爽快。较早我拢叫是老人，唔免做代志，啊叫享受。啊，即马才知影有咧做代志的老人，较长岁寿。当然，钱财莫变做变遗产，一定爱该好好啊该运用。有时间叫朋友来去食饭，搁啉咖啡。啊，有时阵嘛才招待全家伙出国去观光。啊，我嘛是要送一台当年的奥多麦给阮人，学会不老技术。啊，在我四月去佚佗，上重要的啊，留一部分的钱做公益，啊，参加志工，哦，服务社会大众，哦，是予咱的生活感觉真有意义，啊嘛真快乐。台湾老化的速度非常紧。十二年以后，单单一下呢，拢变老。迄个时阵，每五个内底都一个是老人，这表示高龄的社会已经来到。老人上需要的是社会大众对伊的尊严甲关心。老大人仍然嘛是叫能力甲才华的少年人，为咱打拼是一世人。咱拢是未来的老人，应该爱共同学习，甲创造一个未来老的好环境，营造一个高龄优先的城市。等到有一天，咱若老，千万唔通妄讲，一老二三好，娶囡仔好，做厝好，还佫有，是你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。希望今仔日大家听完我的分享，会当过着一个无依赖、有尊严、甲有智慧的生活，保持着有活力、健康、甲快乐的人生。您讲好唔好啊？好。谢谢。